哇，你别惊啦！我给你拍啦，你退啦！别来惊啦！叫卡紧啦！叫卡紧啦！七兰神木园啊，来哦，对来行哦。一道啊，外套，无一道。哎呀，佮困下哦，寒到。哎。这个再来再准备一下。嗯，一个底下啦，一个安坐。啊。哎，到服务，行到服务中心嘞，不是这样嘞，行到服务中心。行行行。我认得，认得，认得。以前是伫迄个山顶行到山脚啦。扁寿，那个扁寿不好。我嘛是要来扁寿啊。扁寿到啦。秘书，秘书。哎、欸，对，好，啊，我今晚在楼下等你哈。好好好。啊，不蓝色哦。蓝色有下走啦。哈？往下走啦。哦，蓝色往下走。哦，蓝色底下。这个要吗？那还剩差不多啊，就要准出来无啊？听啥？听无啊？起来，我告。我没听。你不是说我不要多行啊？哈哈哈哈哈！你行行大路啦。哈哈哈哈哈！行行行行。对啊，行行。好，来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，让各位认识我哈。我姓陈，我目前服务于宜兰。怎么啊？只有假日才会。这边怎么啊？对啊，这边怎么啊？因为你们这一团子比较老是上来，所以我请特休上来哈。请问各位，今天来到这里，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知道。马告生态公园又叫做七兰神木园，请问我们今天来到这里，到底想观赏什么东西？神木。答对了，知道神木的品种是什么品种吗？快木。一般你们会说快木哈，啊，其实快木又细分为两种，红快加台湾本国合称为快木。啊，全世界有七大快木，台湾两种，日本两种，北美洲三种。请各位记得，全世界只有台湾、日本、美国、加拿大，还有真正博科扁博属的快木。这关系到将来你们要到家具店买家具，没有讲到这几个国家，通通不是真正的快木。那全世界七大快木，台湾这两种是全世界品质最好的品种，就是在台湾。台湾曾经有三大林场：太平山、阿里山、八仙山，千年快木几乎砍伐殆尽。现在最多的就是这一条线，叫做100线神木群里头。
有62棵神木，其中有51棵我们有帮他命名，等一下会告诉各位他的名称是怎么命名来的。那刚刚我有介绍说，我服务宜兰大学，我们学校有护社高职的学生读森林科读三年，要毕业的时候我们会带学生来这个园区，跟学生总说红块扁柏会辨认，毕业证书就没问题。既然有人读了三年还